它。我们的那个楼上那个招牌上面就有很就是很多只小猫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隔天就自己拿梯子上去一只一只这样抓抓下来，过程还蛮艰辛的。其实四只个性都不太一样，虽然长得像啊。好，一只一只介绍，就是一只叫做 Disco， 顾名思义就是真的很活泼好动，很爱跳。对啊，还有一只叫做 Solo。他是里面最爱吃的一只，就是大家都在玩，大家可能在玩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默默的在旁边吃，就比较独行侠这样。然后一只 Metal 他蛮有趣的，就是他很爱装凶，他本身其实有点温驯，刚开始看到他就是这样子，直接哈一下，但抓起来什么事都没有。然后最后一只叫 Emo， 那他就是他真的凶，对，真的凶这样子。虽然会舍不得啦，但是我相信就是有点像父母的心情，对，就是还是希望他过得更好这样子。